我对北京第一个印象很好，我觉得北京很有趣，因为有很多地方可以看。 买什么？要买那个海子乌龙茶。哦，桃子乌龙茶，好的。Lawrence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是煎饼。我们一起睡，一起喵喵喵喵。哎，花飘飘，风萧萧。